哎，海是不是不能打水漂啊？可以。我前面一段时间在青岛跟广智，我俩去海边玩，就在那，我俩就在那打水漂，能打起来。你俩工作还是纯玩？就是工作的时候没，没、啊、工作顺便玩啊、哦，明白？对，我俩只要不工作就老在一块啊？是吗？嗯。哦。你俩有什么共同的兴趣爱好吗？其实没有，就是在一块、就是、聊得到一起去。对，有时候就在一块就逛沙滩，就我俩不在一块打篮球呀、打游戏啥的。就没有任何那种能聊得起来的共同兴趣，就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你看，人有亲密关系，其实并不需要共同的话题啊，共同爱好。嗯，哎，那比如说你跟雪琴，你俩平常私下里，你俩会聊共同爱好吗？没有，我们俩完全没有共同爱好。对呀、啊，我们俩就是对一起吐槽。你是每天都不弄头发吗？我今天早晨弄了30分钟头，你不会打我吧？他有一个秘密。什么？这个秘密只有陈宇知道。他也猜到了。你知道我俩第一天住一块的那屋里，我们俩那个洗澡那屋地上有多少个发片吗？我也一头，我知道他也一头。你有发片？司机很震惊，司机说这还是有发片的。你有发片还算少呢。智胜现在有发片吗？这是能聊的吗？这能聊，但是我不想聊。来吧，自己大家一人一个，这是个杯子，定做的一个杯子。哇，谢谢。我是橙色的。啊，我也是橙色的。我是白的。我是粉色的。哇，好好看。你想跟我换吗？我不想跟你换。咱俩换没事。谢谢。找到了橡皮泥，怎么的，能玩玩橡皮泥啊？我可以捏个你们，那我捏个拉姆，那我捏个智胜吧，那我捏个陈宇，不，捏个鱼还行，捏个鱼，捏个鱼简单，捏个陈宇，你捏个陈宇，捏个鱼行。陈宇，我来观察观察陈宇。红色，红色代表着虎年，虎年，唠的挺明明白白的。嗨，哎，来拍拍，我可以加入吗？来呀、啊。这个其实有点像那个啥，石矶娘娘啊，石矶娘娘，石矶娘娘，就你看那个哪吒，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你们看过那个动画片吗？《虹猫蓝兔七侠传》，奔雷剑，长虹剑，长虹冰魄剑，对，七剑合一。我小的时候看 SpongeBob， 海绵宝宝。啊，对，那个 character 他名字是 Patrick， 所以然后中午是派大星，对吧？你是因为喜欢派大星？对，然后他名字也是 Patrick， 就是我的名字，所以就刚好。我那天看到一个特别伤感的，就是一个段子，就是说是海绵宝宝的寿命是10000年，派大星的寿命是多少多少年，所以那个海绵宝宝其实是能够一直陪着派大星，然后把他送走，然后期待他再次降临。我的妈呀！我决定了，我捏的这个是我的朋友何广智。陈宇，我跟你说，我这个先做我最好的朋友何广智，好看了我就说做的是你。哎，你们俩是入了这行你们才认识的？进了这行认识的，但我俩一直一见如故。看，我本来想捏狒狒，愣是捏出个徐志胜。哇 ，me yeah，OK，、okay, thank you 。哎，这事儿送给你了，这事。哎呀，谢谢。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我一定珍藏。呀呀！哇，太沉了！哎，这个是什么呢？黑胶 ，Patrick。哦，这是智胜的。哇哇，这张照片太好了！谢谢，我们今晚就是说听这个。你有机器吗？有啊，我跟野哥每天晚上一直听这个。回去我们要为了这个黑胶唱片配个机器，立马下单。谢谢。不用谢。我是 Beyond Du Piano 啊啊！我是 Beyond Du Piano。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就是 piano is very good. We know, we know. 刚才那是一句法语啊？是吗？是吗？你听懂了？是是是是。我特意学的 very brand new piano， 很厉害。这个场地还有好多地方没有被探险过了，底下那个丛林可能没人走过。啥丛林？那悬崖下面。对，我和传金哥还商量着去下边走一圈。我们去了。赶海那天早上就是从那儿穿下去的。哦，啥也没有。可以赶海，如果你要赶海的话，那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可以啊。I wanna sleep。我觉得我是那种就不需要睡的人。还是年纪小，你别着急，再给你一年，我给你25岁就是人生的一道。但我以前很能睡，现在反而睡得，我觉得我是不是到了老人的生活节奏了？上大学的时候好能熬呀，通宵都没问题。但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有睡午觉的习惯。你像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你真的是起早的人全都往后排，对，都是从最后一排往前坐，你知道吗？就剩前几排了。对，一般就是第一排、第二排全没人，没人，后面都贼塞满。后面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上那公开课就是长凳子嘛，就能坐五个人，都能坐8个人，在后边挤着都不去第一排。我记得我们当时上课贼逗，我和我室友。8点上个，7:55了，我俩起来起床，我说起快点，起快点，还得吃早饭。我说5分钟还吃早饭。对，然后我俩去先去食堂买饭，打包好之后，然后去教室，然后跟老师，拉完了，然后我俩去了之后就在后面吃东西。那时候上课就会有那种，就是豆腐脑和豆浆会有那吸管，也上上课。哎，那时候还是那种装的那杯子里的粥，你知道吗？对，杯子粥，还封那个小膜的那个。然后一个塑料袋里装仨包子，要装几个蒸饺。哎呦，尤其是吃那个包子，味儿一个包子整个肉馅儿包子，谁在吃肉？对，我们当时是8个人住，8个人每个人都定闹钟，那但每一次都是起不来。就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是太逗了。反正现在好像确实是，就我爸就听不见我诉苦。为啥呢？你爸觉得你不？因为我爸觉得就他们以前经历过的、苦难跟你是你跟他比不了的。对，就说你一说有压力啊啥的，我爸说你这点压力跟我们比算啥呀？我也能理解我爸，确实他在咱们这点事可能在他眼中都不叫个事儿，但是有时候你就想给家里人。回到家了就想跟家里人撒个娇诉个苦啥的。那你一般都是怎么撒娇的呢？啊，我也想听。其实也不是撒娇，我说爸妈好难过啊。救命，我要是你爸我也看不进去。啊，爹爹。我不活了。龙哥，你们弄我俩真的很尴尬，你俩要闭环了。那你撒个娇吧，哥就弄了。你快跟哥哥撒个娇。哥哥，哥哥来了。这样吧，今晚我睡那头，你俩睡一块。那你一般都是怎么撒娇的呢？啊，我也想听。其实也不是撒娇，我说爸妈，好难过。啊！救命！我要是你爸，我也看不进去。啊，爹爹，我不活了。你回家会给爸爸妈妈撒娇吧？从来不会。那你会跟他们诉苦吗？我昨天有。昨天就是我一般真的是遇到比较大的情绪波动，我才会说。我回顾了一下，我今年我对谁撒娇最多呢？龙哥啊，是，哎，我们这样连起来堆一个那个沙滩壁垒。对，我就不弄，我觉得你们好幼稚。没事，哥哥，来吧，妹妹。对呀，哥哥。哎呀妈呀！那我来弄饭了啊。那我来帮帮你吧。OK。那都是什么东西啊？炒蛋、鱼香炸蛋，然后卤鸡腿肉饭，
然后再做一个辣椒茄子。嗯。哎呀，菲菲太会做菜了。哼哼。你每次哇对不起姐姐实在离不开脸前的榴莲呀朋友们志胜哎赶饭了啊好这你赶得太是时候了哇要不要等大家长我们都已经吃上等龙哥来了我们假装没吃假装没吃就陈宇吃了你欺负我没有没有龙哥耶我来了我废你要卤肉汁儿还是要茄子汁儿还是要番茄汁儿我都要一点太香了废废这火势一下提升上去了五个人的饭刚刚好雪琴要是再一来刚刚好能收拾得流干净嗯我就不弄我觉得你们好幼稚没事哥哥来吧妹妹对呀哥哥哎呀妈呀这个位置这不好 也不用用这种方式把我从龙哥这边逼走啊哥哥一起堆小淘气老婆你赢了老婆那个位置是呀还是那个你还得学那不你赢了还得学呀还得学呀龙哥你们弄我俩真的很尴尬我俩要闭环了那你撒个娇吧哥就弄了你快跟哥哥撒个娇哥哥哥哥来了这样吧今晚我睡那头你俩睡一块我要看他们仨互相撒娇呀你们来一个就来一个哎海是不是不能打水漂啊可以我前面一段时间在青岛跟广智我俩去海边玩就在那我俩就在那打水漂能打起来你俩工作还是纯玩就是工作的时候没事、啊、工作顺便玩啊、哦、明白对我俩只要不工作就老在一块啊是吗嗯哦你们俩有什么共同的兴趣爱好吗其实没有就是在一块聊得到一起去对有时候就在一块就逛沙滩就我俩不在一块打篮球呀打游戏啥的就没有任何那种能聊得起来的共同兴趣就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你看人有亲密关系其实并不需要共同的话题啊共同爱好嗯哎那你说你跟雪琴你俩平常私下里你俩会聊共同爱好吗没有我们俩完全没有共同爱好对呀、啊、我们俩就是对一起吐槽你骂这骂那个但其实我觉得好朋友在一块儿能说出你不开心的事这个人很难对对所以理解对方的痛苦很重要